感恩观世音菩萨卢台长，我想请问一下我这个孩子，他之前给台长开示过的小房子数量我已经念完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收到多少张小房子，请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是2007年属猪的。哎，又是一个。这小孩子身上的灵性特别厉害，会跳会蹦。对，他一直都。滚呐、啊，还会翻滚呐、啊。谢谢台长。很麻烦的，这孩子你要帮他念790张。还要790张小房子、嗯。好吗？好的。我想请问一下师父，要给他那个功课要怎么做？大悲咒、心经。是因为之前给台长开始过，给他念7遍大悲咒、21遍的心经、49遍解结咒、49�遍的往生咒，还有5遍礼佛哈、我要给他念，但是最近我只给他念了3遍礼佛的。他身上是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过了。他身上是个猴，身上有个猴子。有个猴子。啊，你们家族里边有没有人打猎的过去？不知道。祖上。祖上不知道有没有打。或者是杀过猴子，在他身上，所以他会跳，不停的动。卢爷爷，叫卢爷爷给你加持一下。啊了。喂。看着我。老实点了吧。赶快把他那个猴子给超度掉，不超度掉他不会老实的。好的，卢太长，那他的功课现在还继续这样子吗？对，继续念下去。我想问一下我自己的功课要怎么做。他的业障你替他背啊，没办法的，台长背不动啊。他的小房子要很多啊，要1400张。1400张，他现在收到多少张了，卢太想请问一下。他现在收到多少张了？他一共念了多少张啊？现在？1000张，但是之前有节约了一些小房子，400张，现在只收到460。嗯。哦，那我功课继续这样子做，然后再给他念790张的小房子， 对吗？嗯。然后他会慢慢就会。你用不着担心的，你小房子念到数量，你看看他会不会老实。啊，好的。这种病。他现在比之前好很多了，因为我天天给他。看见没啦？这种病对台长来讲。小菜一碟。谢谢台长，谢谢感恩台长。看看这种孩子这种病，我不知道救好多少个的。因为他现在说话都说不清楚。说话说不清楚了，脑子很清楚。脑子，对，他很聪明，什么都知道，就是说话不怎么回事。好啦，好好念经吧。好的，谢谢。给他加持过了。给他加持过，谢谢、谢谢，谢谢卢台长啊。那个鱼还要放多少条啊？请问台长。鱼要放很多。之前给他放了20000条的鱼了。还要放7000条。7000条。好吧。我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问一下卢台长，我想问一下我老公86年属老虎的。因为他人很瘦，我想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。86年，对，属老虎的。属老虎的。你老公啊？对。86年属老虎，想问什么？讲吧。就是他人很小个，我想问一下，他身体怎么样？就是长不大，是不啦？你老公身体骨骼很小。对。啊，他今天来了吗？没有。你老公啊，还蛮花的嘞。是的。哎，随他去吧，没什么大问题的，地府的小官。
逃出来的。啊，地府小官，他人是很好的，就是他出生的日期一定跟七月份呐、阴历的七月份呐、四月份呐、还有十一月份有关系。哦，四月、七月、十一。嗯，好的，谢谢卢太长，感恩卢太长。嗯